我就刚被惩罚完。还有地方吗？脸上？啥意思啊？你要揍我啊，磊哥？我跟你说，海生哥走了。不是你，你给海生哥叫来也行。我就兄弟们，他看不起我吗？不是，我说我意思是你给海生哥叫来也行，没事儿。关键是你脸上有地方写吗？你放心吧，我看你脸挺干净的，那啥。不对，我应该叫师叔。对，我看你脸特别干净，叫哥就行，叫哥就行，咱俩各弄各的啊。嗯，好的。行的。嗯，好。这时候啊，我呀，我都没写呢，兄弟们，写啥呢？不是你没有地方，关键是你没有地方写了，这脸上，这写哪儿好啊？这个，我给你看看，我找个地方。还写啊？兄弟们，你的脸搁不下了，你干啥呢都啊？快点的，刚才那劲儿得拿出来。鼻子地方还可以写，鼻子还可以写，来吧，开始吧。兄弟们，他鼻子还有地方，来吧。鼻子上能，鼻子下巴，胸上，那写胸上你也看不见，他穿衣服呢，你没看见吗？啊，别哭了，妹啊，写满啊，咱们就是讲究一个，咱中国讲究做什么事咱们做圆满的啊，别就中间空个地方，挺难看的，挺尴尬的。就这就这 就要输了，这点就输了。主要是你脸上整这么多东西，你这气势就输了。真的，你看我脸谁干净？不是，我这属于那啥，我让着我师妹儿，刚才是跟我师妹儿匹配来着。但是我知道那个你刚才他妈咋的叫人呢，老铁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都听在你那个机械键盘是黑轴的吧，光光的。红的好像是。咋的了？他徒弟，然后呢？感谢你老公叫文君吗？你要是刷给他赢了，我老公就叫文君。你要是能把我磊哥赢过去，就是把这个票拉过去，我老公就是文君，从此以后老公就是文君。那我老谢这个老公是文君吗？我老公就叫，哎，我老公走了。我老公刚才开个国王号进来，我瞅一眼，就新浪微博小怎样那个。你老公叫啥？啊、你老公叫什么？我刚才有个叫老公叫文君。那你刚才说你老公大哥你回来吧，他说他老公已经叫文君了，不是你了。我现在还缺个老公，老公快回快来，是要偷塔吧？啊，是要偷师叔的塔吧？我不偷塔，是要偷我直接来。是谁呀、啊？干啥？谁呀、啊？上来是我老公吗？不知道，红月哥可能是看我脸实在写不下了，进来了。意思，她老公都叫文君了，红月哥。来，兄弟们，开始。左边是一群兄弟跟在身旁，右边有很多的漂亮姑娘。他肯定有后招，他肯定有绝招。说着又能同道，迷迷糊糊的玩到天亮。一会儿脸上你要输了，我让你脸上写折绕一家。啊？什么一家？我说如果你输了的话，我让你脸上……哎，算了，别写了，拉倒吧，都自己家人。感谢北冥之鱼，谢谢，感谢北冥之鱼。大哥，轮着撞他吧，可以了，开始吧。一个人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啊！咱家兄弟们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那个什么，那个，嗯，看你脸上没地方写了，知道吧？完事啊，我知道。啊、嗯，哥，那我觉得你脸挺干净的，你刚才想让我写啥来的？折照一家，那就写这个吧。我脸上没有，我们家没有笔。有，我都看到，啊，没啊，那不是。肯定有笔，你直播肯定有笔、啊。我找一下子去啊，我看看去。刚才谁提的意见？终于赢一局了。刚才谁提的意见？刚才不是那个，我这妈终于赢一局了啊！你说半天了，我都。我也放这首歌呢，刚才。
哎呦，我终于赢一局了，红叶哥呀，你谢谢你啊，这多亏你来了，嗯，要不然我这脸上真没地儿写了，褶皱一家那不能我写呢。他要跑吗？不能，我哥不能那样型的，不能不能，我相信他，你们不能这样。你们不能不相信他呀，你作为那啥你得相信他呀，经常那样是一去不回一去不复回吗？没有听到脚步声啊，回来了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告诉你，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完了，他笔找不着了，还有60秒钟的时间，他不能找60秒吧？欢迎《霸王别姬》哥哥，雷哥呀！哎，喂、哦，雷哥，雷哥，